各位同学们，大家午安。今天邀请到里面三位超 GT 来到现场，跟大家打声招呼。等一下会全场大合照，你们愿意往下坐一点点吗？因为后面太远了，可能会看不到大家。麻烦现在先往下坐好不好？谢谢，可以坐在这排，没问题。现在两位超 GT 在场，欢迎大贺、龙龙、常伟，还有导演徐汉强导演。来，你们先就定位一下下。来 ，OK。先给大家拍张照好不好？因为今天很多人来到现场，来，先来摆个手势，你们那个超 TT 手势，你们不要好恨啊，你们超 TT 来一张，来，三二一，超 TT， 耶、yeah ！有拍到吗 ？OK， 来，中间后面的来，好，自己 Q 好，好好，有请大贺主持人来帮我们 Q 一下，上面来，上面来，这中间的那个相机，那个相机。好，看左边先，看四位看左边，这边，再看中间，再看右手边，超 TT 来 ，OK， 先来打招呼，先请导演跟大家说几句话。谢谢大家来看《鬼才知道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如果你们喜欢这部电影的话，希望可以多多帮我们推广，谢谢。谢谢，再来欢迎的是常伟。非常非常，我们是要先开场吗？我们没有开场，男团，男女子团，没有准备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超 TT， 耶！大贺，我是老王，我是常伟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！耶、yeah! ，好有默契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常伟，就是谢谢大家来看《鬼才知道》，然后希望这部电影可以疗愈你们大家。因为各行各业都有他辛苦的地方，然后想要被看见的地方，但是没有被看见也没关系，我们生下来就是很独特的。谢谢大家，赞赞哦，龙龙第一次的大荧幕演出，对不对？很远哎，要走这路线是不是？你可以走开心路线 ，freestyle。是啊，我第一次拍电影，你们最好给我好好推，那我才能就是。乱讲说我是破亿的那个老电影女明星，老电影女明星，对，因为我没有虚荣，因为我没有虚荣，所以就是如果拍我太烂了，对，我就不会说哦，我有拍过电影，所以大家一定麻烦推出去，然后记得标记我，让我才能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拜托，让我们成为亿万票房女星，做到圆的电影梦，才会有别人要找我这样子，拜托，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贺，谢谢。那、yeah. 我觉得你进军能不能进军好莱坞，就看这一部了。对，谢谢大家在暑假期间，然后呢，在七夕这一天，在众多的好莱坞电影夹击之下，你们选择了《鬼才知道》，真的，你们选择是对的，还在鼓励你们原地的掌声。我们祝大家情鬼节快乐，好吧？三二一，祝大家情鬼节快乐！来。那我觉得这个电影也是符合现在看，因为我觉得又温暖，然后又好笑，很适合在情侣或是家人来看。你看年龄层这么广哎、欸，对，八岁到八十岁都有吧？哪有八十岁的？给我哎，阿姨你好，谢谢支持，好不好夸？三十哇，也太感人了吧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帅帅，谢谢你。我靠！可以跟你拍张照吗？我们一起跟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等一下，我们一起拍照吗？谢谢。我们还是要让导演先说一下，为什么要找这三位来演呢、啊？我也不知道、欸。今天早上的时候，记者还真的有问我。今天早上采访的时候，记者问我说：“导演怎么会找你？”欸哇！今天这一场要走这个气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因为我确实拿很少钱。戏好满啦，三位，真的预算好像。我们让导演认真说一下，你们很棒。好，因为这个剧本其实超级难写，也超级难找演员，因为我们超级多角色。那鬼就很多了，然后其实活人虽然比例比较少，但是。也是都要精挑细选，因为他们要被我赋予一个很困难的工作，就是他们要一瞬间好像在演恐怖片，然后下一瞬间又突然在演搞笑片，就是那个东西的来回切换，就是如果你不是够有经验的演员的话是做不到的。所以我就其实从很早开始，我就一直在偷偷的物色，
会有谁可以？对，那常伟是因为他演过上一部片是那个《你的婚姻不是你的婚姻》里面的新规这个单元。不走后门啦、啊，没有啦，健身教练啦，健身教练啦，健身教练，刚才外面多做了几下，这个健身教练没有用啊，他有点消风的健身教练哦，变瘦。对，因为他那时候演健身教练，然后虽然那时候戏不多，但是觉得哎、欸，这个演员弹性好好，然后弹性很好，对，是什么弹性？就是跳200米、欸、之类的，可以延展性很高，像鲁夫一样这样。对，就是他非常的灵活，然后给他一点点指示，他自己就可以撑完全场。对，龙龙呢？龙龙的话就是也是一样，就是因为我们这毕竟这是一个网红团体，嗯，对。然后我是保送名单，没有，你是那个网红咨询、网红顾问，对，只是因为你是 YouTuber， 哦不，也没有指示啦，不要再乱讲。拍超烂吗？不是，我要再小爆料一下。一开始我们要拍那个 YouTube 影片，不是会有一个人拿相机这样，然后三个人要入镜嘛。然后大贺他是我们里面流量最高，500万订阅里面的，对，里面设定他是一个，意外是他最高。然后他拿了相机之后，他怎么样？他只拍他自己，我们两个在这里，然后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对，他只拍他自己，然后我们俩在旁边。所以你看是不是需要顾问？对，然后我就说、欸、不行。对，我觉得我是靠这个加分进来。而且我从以前其实就会一直看龙龙的影片了。哎呦，就是我是粉丝。哎呦，我跟编剧我们两个人在想说，哦，这个角色要找一个很好笑的女生，然后也是一样要表演要很灵活这样、嗯。然后就在想说，虽然他是都在讲 stand up， 然后但是表演不知道怎么样，但是总会有个感觉说就是。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会中啦。对对对，会中哦。想不想抱一下龙龙？哎呦！哎，好奇怪，忽然间你变粉丝了。没关系啦，我有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可以啦。那大贺呢？老面孔，老面孔。大贺就是哎。有吗？我是刚好是前比较少那个，被保送一个进来的。没有，大贺就是你知道，就是看着作品长大。哦，对，导演不错。对对对，就是每次都觉得，不管他演什么都超好笑的。然后对啊，就一直很想跟他合作，所以这次就已经把这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交给他们三个。所以常常是我把我的一些指令交给他们之后，他们就自己即兴玩很多好玩的表演，真的玩得蛮开心的。如果拍续集，你们希望你们角色有什么发展？可能要变鬼才有比较多戏哦。先想个死法好了吧。其实我们其实根本就可以把说最后那场的车祸，其实我们根本已经死掉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可能？后面我们不需要活着吧？对，但我觉得想一个死法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因为戏中有很多角色有死法。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访问，我想说，今天他们那个金鬼奖会得奖、嗯，我们这个网红算是关键的部分。对啊，对，我们是成就他们的。对，没错，没有我们就没有他们，没有我们就没有这部电影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继续当活人，我们可以继续成就那些鬼。哦，明白，所以继续活下去，看续集有什么样的发展。对对对对对。OK， 那我们最后的时间，有人要提问吗？我们好像。有，昨天我答应过他，你又刷的话，我们让你问你第二题，对不对？就你啊，你今天，你昨天完成六刷了，今天完成六刷，嗯，对啊，我昨天答应你说，你今天完成六刷，就让你问你昨天还没问的第二题，昨天允诺了，我要先说我是为了龙龙来的。来抱一下，没有了，不要了。哎，龙龙好亲切哦。乱讲，好，那我们最后正在买票，我知道你们过来跟我，现在在买票了。花钱才能录，我们给他一个超 TT 的那个，好不好？看他听到三二一，超 TT。六刷，然后七刷，好，七刷没问题啊。所以结论是要问问题的。我要问说导演，其实。龙龙他在那个 YouTube 上，他表现其实很那个，哪个？比较有趣，比较有趣，你是说鬼才变不有趣了？哇！今天是什么氛围啊？我要说在鬼才里面啊，
就表现都是大贺，我们在旁边叫，然后随随便便。没有啦，这一点我要讲一下，你不要讲那个故事。各司其职，不是我觉得很棒啊。各司其职，因为其实老实说，我没有看到他就是给发挥吗？那个对那个发挥啊，续集第二集了，第二集了。影集版，影集版，他可能为龙龙敲碗说不够啦，想要忙更多这个意思。其实这一点我要帮龙龙讲的话，大贺超时了哦。没有啦，龙龙他里面除了是顾问职之外。他有一场很精彩的戏哦，对哦，就是你们记得最后就是曹丽丽在那个饭店门口吵架吗？对，然后那个吵架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吵一吵，导演很不满意，然后跑过来跟我说：“你平常吵架都什么样子？你可不可以照实？”我说：“我平常吵架都会哭出来。”他说：“好，你赶快就哭出来。”然后我就答应了，然后后来我还真的哭出来了。然后他最后是给我拍一个过肩搭我的背影，然后拍大贺的脸。你肩膀游戏啊，我肩膀游戏很好。对，大家可以看一次他的肩膀，金马金马的。我的肩膀在入围。对，最佳肩膀奖。换一个主持人，我们那边还要。等你们聊完，因为我们在讨论说你们在要拖多久这样。说这个怎么拖下去怎么办这样，我们在讨论商议一下，开玩笑的。哎，好像真的不够了，我们50分要离开，而且我们刚刚讨论的内容是说有没有时间跟现场的朋友在厅外合照，但我觉得应该是没办法，对吧？因为人这么多，所以我们全场来一张，我们现在就我们现在一张全场大合照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啊，好啊，大贺把那个节奏拖乱，好啦，那就给主持人来拍个你，因为我们拍给让大家问更多问题，不好意思，谢谢大家支持，非常感谢，谢谢，超第一很亮眼，也谢谢徐安祥导演交出这么疗愈的作品，也希望大家都满满的喜欢，我全程也会录大家的风采哦。来，现在全场呢，大贺你帮忙大家，带领大家比超 TT 的手势要怎么比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倒七，倒七的手势。等一下，我们三，我们先收取高，三二一就往前推，说超 TT 好不好 ？OK， 跟其他场次比较不一样的感觉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现场倒数，来，首先举高。三二一往前推，说超 TK 赞啦，好不好？来三二一，超 TK 赞啦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支持，鬼才知道，感谢，好，那我们真的要赶路喽。但是我们刚刚有允诺这个80岁三刷的阿姨，我们让阿姨跟演员拍一张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，感谢你，因为我们刚刚允诺了。导演，要不要加入？谢谢大家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把你的感动分享出去，在网络上 ，FB、IG 跟推上面分享，我才知道。谢谢大家支持，感谢你们，谢谢每一位买票支持观众都非常重要，谢谢你们，感谢赞，相信大家都有感受到那种疗愈的氛围。虽然现场很欢乐。但这部电影会带给大家满满的力量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顺便帮我的镜头挥挥手说再见吧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。上传 YouTube 再找一下你们的风采喽，谢谢，情人节快乐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